阿姨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在等人，要不你们就是王阿姨介绍过来，我的相亲的吧？是啊，你们这是相亲，还带着家长？我是来给我儿子访问的，免得有些人啊花言巧语的骗我儿子的感情。好，那我倒想问问这位先生，你有什么要求？问我妈，我都听王阿姨说了。 你的条件，一般。如果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啊，家务活你也要勤快。再给我是个孙子。另外，我儿子啊，我是一直陪到大。你们结婚以后啊，我也是要陪的。等等，阿姨，听您这意思，您是要找一个又会干活又愿意生孩子还不要工资的保姆？我告诉你，我家的条件，配你是绰绰有余。 那我倒要好好听听你们是什么样的条件。不过我在这间咖啡厅消费一整天。看，儿子，他们这些小姑娘啊，都是图你的钱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今天不是来跟你们相亲的，他才是。相亲他也全部都听到了，应该也不用再继续了。佩佩，不是你怎么？没错，我都听到了。 玉涛，我没有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，还有你妈，太有事了。不，佩佩，我对你是对别人是不一样的。阿姨，谢谢你今天的这番话，让我知道当初拒绝您儿子是多么正确的选择。儿子，放开，你看他们两个的打那样子，还喷这么重的香水，肯定不是什么正经的人。阿姨，我没有喷香水。 儿子，你看，他还撒谎，我一走过来就闻到了。阿姨，我这就当您夸我了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喷香水，我只不过是用了这个墨蒙的洗衣机清洁剂而已。洗衣机清洁剂，洗衣机还需要清洁嘛？当然了，这洗衣机三个月不清洁，就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，衣服不仅越洗越糟，还容易滋生细菌。啊，这东西怎么用啊？ 家里的这种洗衣机啊，一定要养成定期清洁的习惯，长期不处理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螨虫。这个清洁剂用起来非常方便，直接倒进去之后打开任意洗衣模式，清洗半小时，它的除菌率高达99.9%，就连缝隙里的脏东西也能清洗干净。用完它之后，洗衣机会有一股好闻的清香，洗出来的衣服也能放心穿。阿姨，这瓶呢就给您了，以后啊您不要对其他女孩子再有这么大意见了。现在哪个女孩不喜欢漂漂亮亮的呀？不好意思啊，姑娘。算了，没事，阿姨，您有时间呀，来多关心关心自己。您这儿子啊，也该独立了。对了，孩子，这个在哪买的呀？我在家里也买点儿。点击头像进入直播间就能购买，还有限时优惠活动呢。